谁的？快看看妈妈，谁的？我正打光呢。抱抱哥哥，哎，你有没有在拍啊？在拍，在拍，快抱抱了啊！抱住了，抱住了，拜拜。回家乡站的旅长呢，也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，因为有这么多人为我家助威，然后也是对2022年亚运会一次很好的演练吧。但是今天也很开心，虽然我们只是铜牌，但是也是历史性的突破，然后库洛斯进入拿到铜牌，很高兴，谢谢大家。